Volkswagen 最近大船到港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试驾的车款啊，其实之前试过了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动力规格没试到，就是 Volkswagen 的体况。先讲一下大船到港的情况啊，所有的体况任何一个等级，现在都不用等车了，之前都要等半年到一年，甚至包含了 R 都不用等了。Volkswagen 台湾啊，刻意追加了200台的 R 也都到台湾了。所以现在不管买到任何一个等级提供，包含了 All Space 就是七座的提供，基本上你去展示间订车到交车的时间都不用像以前这么长了，而且车色配备应该都还蛮齐全的，总共到了超过1000台，吓死人了，1000台，所以可以预期就是这两个月 Volkswagen 在台湾的挂牌数应该会非常的漂亮。但是这次的船啊，只载了提供来，没有载 Golf 来， Golf 还是要稍微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车款是除了 R 以外最高规格的，它也是 EA888 引擎，也是四轮传动，也是唯一可以选电子避震器就 DCC 的体况，它的售价是 194.8 万。体况的价格分布、啊、很清楚，就是二开头的两个等级就是 1.5 EVO 引擎前轮驱动，三开头的就是 EA888 包含了 R 就是四轮传动、所以它的价格分布从 118.8 万到最贵的 R 216.8 万。其实以三开头的车型、有330和380，在外形上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有 R-Line 的空力套件，这个在330就没有了。虽然都是 EA88， 但是动力输出也不一样，不过都有四轮传动。那我刚刚强调就是它的底盘、DCC 的悬吊，选配价格是62000块，在 R 当然是标配，但是在380 TSI R-Line Performance 它是要选配的，不过也只有它可以选。你如果买280或是买330，连选都不能选。我们来看它的外形呢、因为是 R-Line 的关系、所以它的空力套件的点缀下呢，让这台体况的外形看起来非常的运动化。然后头灯告诉你 IQ Light， 这个在比较入门的版本也是没有了，它具备了光型变化功能。说到这个部分、我有时候坐到朋友的时候发现，为什么你有多光速不用，不管是双 B 啊 Volkswagen 甚至很多品牌现在都有了，他说用那个干嘛，怎么用，又或者不会用。然后我教他一下以后，他就非常的惊讶，说：“他这个灯会变呢，这个是很好的配备。不管是 Matrix 多光束、矩阵式、IQ Light 这些呢，名字不一样，意义是差不多的。我甚至看到很多很新的车款啊，明明有大灯自动启闭，它晚上就是不开大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可能觉得那个下车啊，延迟熄灭大灯的功能啊，他会以为是车灯没关。”他就去把它关到 off， 那隔天早上换另外一个驾驶者出门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就全程没开大灯。奉劝大家，因为没有开大灯会不会开罚单呢？先检查一下你的大灯是不是在正常的位置，最好永远让它变成是 auto。然后当然现在的体况呢，除了 IQ Light 以外，还有 IQ Drive。IQ Drive 已经进化到它可以侦测三车道，包含了车道居中、全速域 ACC、车侧的盲点。达到 Level 2的辅助驾驶。我们接下来看看车侧啊，悬吊系统基本上大致设计都是一样的，不管你买到任何一个等级，它的悬吊系统前都是麦花臣，后都是独立的四连杆，只差在几个地方。如果你配的是 R-Line， 它有一个 R-Line 专属的运动化套件。然后如果你买的是 R， 它除了运动化悬吊之外，电子避震器就 DCC 以外，还降低了 10mm 一公分的车高。然后车侧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腰线，贯穿了前后的车门把手，前方有一个 R 的名牌。刹车系统当然是四轮碟刹，然后它还是在轮毂上有一点防刮的材质。外观在车窗外框，它是用镀铬材质，并不是黑色的。但是我看到很多体况的车主会把它改成黑色的，然后上方行李架也会把它改成黑色的。那行李架中间有一个全景天窗，然后后视镜上 LED 的方向灯，盲点这个当然都是标配。那它的盲点是在里面。VW 集团啊，包含奥迪，它的盲点都不是在镜面上，而是在里面的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有利于你更清楚的去判断左右后方盲区是不是有车辆经过。而且它很巧妙的就是，它是在门板上的，然后所以在 A 柱这边有一个小三角窗，让你的左转很重要啊，死角可以大幅的降低，尤其是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，你比较可以看得到。
接下来介绍它的车尾造型，你只要看到灯具旁边啊，跟头灯一样，这边有个 IQ Light， 在头灯就是多光束光型变化，在尾灯的部分呢，它会依照你的行车，尤其是刹车，会改变它的形状。假设你要紧急刹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灯型变化会不一样了。然后右边告诉你 Full Motion， 只要是三开头就是 Full Motion， 330、380R 都是 Full Motion。那整个800附近的车头一样，都有一些空力套件的点缀。另外你可以加选一个这个，但是我不会选的，就是上方这个尾翼啊，延伸出来的一个，让整个车尾看起来有点像 R 的感觉。然后后方有一个鲨鱼鳍天线。说到鲨鱼鳍天线啊，我发现现在鲨鱼鳍天线，尤其是刚刚发表的保时捷凯宴，它变得很像那个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那个 WiFi 的那个盒子，而不是像现在是鲨鱼鳍天线的。我觉得这个配备啊，慢慢会越来越小。Volkswagen 全新的厂徽下面有体冠，它的名字排列在这里。这个是目前 Volkswagen 不管是体冠啊，包含了 Golf 啊，如果你今天是 R 的话，它这边就有一个 R 的字样。1888引擎啊，因为电脑不同，进排气的不同，供油曲线的差异，会造成它的马力输出不一样。当然一个很重要就是涡轮压力值，涡轮压力值也包含了就是涡轮增压器的品牌还有大小的不同，也会造成它的性能数据会有差异。不过它的本体就是1888，排气量 1984cc。在330的部分，它的最大马力190匹，我们今天试驾的是245匹，扭力有37.7公斤米。如果是 R 的版本，非常出色，320匹，42.8公斤米。那如果说你不想要四轮传动，你也不想要缴2.0的税金，那你就买1.5的。1.5 EVO 排气量1498cc， 最大马力150匹，扭力25.5公斤米。当然最重要就是油耗表现啊。如果是在 EA888 的部分，全部都是四级，平均油耗。原厂公布从12.1到13.1，如果是 EVO 1.5 的引擎，它的能源效率是三级，原厂公布的平均油耗是16.0公里，搭配变速箱现在已经没有六速了，全部都是7速湿式的双离合器变速箱，另外一个只差在悬吊系统了，麦花臣四连杆，不管是标配或选配的 DCC 电子避震器，你一定要买我们今天试驾这个版本，又或者是 R 的版本 ，R 的版本是标配。我们介绍它的尾箱空间，在椅背没有倒平的情况下，可以达到615，倒平之后1655，不管任何一个排气量、任何一个等级的尾箱空间的尺寸都是一样的。然后都有电动尾门，包含了脚踢尾门，只有最入门的没有脚踢尾门。然后行李箱呢，有一个固定式的硬式的隔板，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选那种拉式的。私密隔板，不过它另外可以选一个配备，如果今天你有露营的需求，或是常常去做一些越野啦，载物会载到超过后座头枕以上的话，你可以选那个分隔网，那个分隔网其实还蛮好用的。然后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释放6/4分离椅背的拉杆，然后在帐板下方，哎，居然还有备胎，备胎里面有一个重低音的音箱，然后右边有千斤顶，所有的换胎工具都被巧妙的安排在这个黑色的保利龙里面。那体冠毕竟它是 SUV 啊，所以坐进车内的高度是友善的。另外一个特色，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会选择体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它的 B 柱之后的座椅的调整是很灵活的，很多车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。第一个椅垫，我现在把它调到最前面，你看它跟正常椅垫的落差大概有15公分。第二个就是椅背多段式的角度调整。它有分很多段啊，我把它调到最倾斜，然后椅垫滑到最后面，坐进车内，两个拳头大概一个指头，后方也有一区的空调系统，而且可以调整温度，所以它总共是三区，下面还有一个 Type-C 以及一个电源供应。你看它后面椅背啊，皮质材质，然后上面有两个小小的，是很可爱放手机的地图袋，然后扶手打开，两大一小的杯架，所以出风口也有，灯也都是 LED 的。没有后窗的遮阳帘，它的 HumGuard 在后面怎么不显示啊？没有出来。后方有两组 ISO FACE， 然后地板孤行面积，因为它四船嘛，所以非常的突出。基本上左右各坐一个人的话，调整好你要的坐姿，甚至你后面有载物，然后第二排座椅没有坐人，你把椅垫往前滑移，可以让后面的载物空间表现会更好。然后头部空间
一个拳头，不过因为有全景天窗嘛，你的视觉上的感觉就是头部空间非常的宽敞。我现在把口罩拿掉了，我刚忘记了。有时候口罩戴了两三年啊，有时候会忘记。虽然现在口罩令已经解除了，其实不需要戴口罩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，或是觉得你怪怪的时候，还是戴一下，可以保护周围的人。我们看到整个梯次造型之前，安全配备被动安全七个气囊，包含驾驶整个膝部气囊，主动安全 IQ Drive 当然是标配，然后包含了循迹系统，这些都不用讲了。在台湾贩售的 Volkswagen 安全配备，你不用有太多的怀疑，它基本上在欧洲当地有什么配备，台湾就有了。那梯次造型呢？因为今天是 R-Line 的关系啊，所以它一些饰板上的不一样。我们今天顺便来介绍一下它这个主机画面，车辆设定。气氛灯，你可以分为下方门板上就这两个区域，大概有三十几个颜色啊。另外有一样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， 有线的 Android Auto， 这些都有的。然后它内建的一样有车机导航，然后你打倒档的时候360度环境，这些都是标配。那你如果按这四个地方车辆的四周的话，它会出现那一个 CCD， 因为它有四个 CCD 嘛，照射出来的画面是什么，这些都是标配，那也都是该有的都有了。也就是你基本开车时候需要的一些电子配备呢，基本上提供都可以满足你。然后下方双区的恒温空调，这个空调系统呢，如果可以搭配了左右上面这两个按钮，它是电热椅，它没有通风椅。Volkswagen 车系比较高规的版本，大部分都会有通风椅，包含了 Golf。那这台车没有，我觉得未来原厂如果要刺激点销量，尤其现在夏天呢，我本来以为只有我在意通风椅，结果我发现我周围好多朋友他在意两个透气皮，或是透气的座椅加上通风椅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，白天开车大热天开车的过程中舒适性会大幅的提升，这远高于你座椅的电动椅的调整的几段，比如说调整的范围有多少，又或者是品牌光环的加持下，整个车价堆叠到多少钱，比这个都还要重要。然后下方两个 Type C， 以及有一个12伏电源供应，两侧的按钮只插在一个按键，就是左下角有个空白键，这个就是你要花62000块去选备的 DCC 电子避震器了。如果有的话，这边按键就满了。然后右边停车熄火的开关，包含了自动停车，包含了启动360度环境。行车模式它分为两个，用旋钮转的话，有雪地、一般道路、山路，还有更崎岖的山路，就越野模式了。那如果按 Mode 的部分呢，它出现的是另外一种行车模式，它有分为节能、一般、运动和个人化四个模式。那因为个人化，你没有电子避震器，它大概改变的部分呢，就是变速箱的换挡逻辑了。那 2.0 的 EA888 没有气缸休止功能，就两缸休止。如果是 EVO 1.5T 的引擎，它就有两缸休止的功能。接着后方是两个杯架，它可以把它收起来，让你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置物空间，而且有一个门帘，扶手可以做高度的调整，也可以做伸缩。然后上方还有一个抬头显示器，抬头显示器我相信未来会改为投射在玻璃上，而不会是这样一个塑胶板子反射式的。你如果觉得很碍眼的话，左边大灯旋钮旁边有个小旋钮，按压下去它直接就把它关掉了。我之前那个时候是体况上一代的400TDI R-Line， 那个时候是柴油，我对那台车印象超深的，它也有这个功能，然后我通常365天永远是把它关起来的。方向盘是手动调整的四项，然后在方向盘上面呢，后方有换挡拨片，右边主要是控制前方仪表板显示内容的改变，包含了导航、音讯、电话、汽车状态、里程电脑啊。你如果觉得你看的方式或比例不对，这个 View 是很好用的，你可以做多样的改变。左边的话就是 IQ Drive 的设定，包含了车距，包含了速度，你都可以在这边做简易的设定，它是整合在方向盘上面，而不是像奥迪是一个另外一个独立的拨杆的。两张座椅虽然没有通风椅，也没有透气皮，但是有三组记忆装置，也都有腰靠的调整，都是电动的。然后这台车标配的 Harman Kardon 在这里，只有在这台车和 R 才有 Harman Kardon 音响。接着就上方的全景天窗啦，前面这个两个箭头的按钮是去改变它的遮阳帘，而且它的遮阳帘呢，
现在怎么都没有人做那种不透光，像 Focus 也是一点点，热的要死。然后所有的室内灯都是 LED 的。我们现在上路试车之前啊，我先跟你们讲，假设我买这台车，我会选什么配备？我先停在路边哈。第一个会选的就是电子避震器，62000。第二个，第五年的保固，因为它4年无限里程嘛，第五年保固26500。第三个，我刚刚强调了行李箱分隔网，它的价钱很奇怪，12346。你要么12345嘛，12346。接着交车，快乐交车之后，我会去换一组同样尺寸的轮圈，去换重量比较轻，譬如说锻造的。因为我觉得这颗圈胎一定非常重，那如果今天搭配了电子避震器加上悬上比较轻的负担，我想它整个开起来的，假设以体况的设定来说，70%是运动化，30%是舒适性，我要让它变成50:50，老少兼男女通吃，然后呢任何路段坐在车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这样的底盘设定。我不知道欧洲德国原厂有没有这样的选配套件。我觉得我所谓的台湾可以像双 B 一样推出原厂可以选配的重量比较轻的轮圈，让台湾消费者去选择。因为轮圈的改变对于产能来说，只是最后一道上轮胎的那个关卡而已，它并没有那么的复杂。可是一套很好的底盘设定，却可以让你在这个3年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你开车过程的整个平衡性表现会更好。我现在慢慢在试车啊，不太要求激烈超驾，又或者是要非常运动化、非常弹跳的底盘。我要求的是很平衡性的底盘。平衡性包含了什么？上下减震行程、吸震行程、左右侧倾摆动的感受，以及前后车身的配重。这台四轮传动前后车身配重一定比前驱来得好。第二个部分就是没有电子避震器，比较重的轮圈，我们现在胎压设定都是260 kPa， 这样的设定我认为在平坦的路面上都没有问题。但当今天你碰到坑洞比较大的路面起伏的时候，又或者像我现在过这个减速板，然后过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起伏的时候，它的后轴啊还是稍微有多那么一点点，那这后轴要怎么办？降胎压或是换锻造圈，你就可以完全改变这个问题了。当然你有预算考量的话，先尝试62000块的电子避震器吧。体况是一台非常成熟的产品，它虽然世代没有像 Golf 历史这么的悠久，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它的房车延伸出来的 SUV 车型，加上它们的机械呢搭载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引擎、变速箱，甚至包含了底盘系统，很多搭载都是一样，只差它车身的尺码、车身的外形不一样而已。那体况开起来啊，它就是你在日系车找不到的，韩系车也是这样子哦，因为韩国车现在市场也在欧洲，它那个扎实的车体反应呢，你去试驾欧系车是完全感受不到的。第二个就是整个风切声也好，或者是整个车体晃动的抑制表现呢，它也是这个价钱这个级距里面算是没有第二名也有第一名的。接着就是它的动力系统， EA888 的可塑性很高，但是 EA888 你要看它搭配什么涡轮增压器，我们之前在试驾其他车型的时候讲过，你如果是Continental的话，它的可塑性就更高了，涡轮本体看不到泄压阀的。有些人不需要性能数据的时候，你用原厂的这样子的引擎动力的设定其实就已经够了，油门踩踏起来是非常轻快的，而且整个底盘的反应甚至包含刹车的线性控制也都很好。我觉得体况呢，它也许在内装设计上没有那么的活泼，但是它靠的是很扎实的车身底盘，然后动力衔接是很顺畅的情况下，让你在整个移动的过程中呢，你很好上手，很好去驾驭它。上了高速公路 ，IQ Drive 打开，开起来又可以很轻松。那在市区行驶、巷弄间穿梭，它也没有过大的车身尺码。哦，整体来说，它是一台，不管是你已经是上一代的体况车主，你现在可能还在开着它，或是这一代的体况车主，你准备要交车的，都恭喜你能够拥有一台，也可以算是首选啊，也可以算是很好的选择的一台车款。然后再来最后一个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座椅。我觉得座椅的设定和设备还有配备
现在越来越多人重视了。塞车将长途驾驶，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座椅设定啊，通风椅、大腿支撑延伸可以做手动就好了。这台车也没有，我觉得如果有这些设定的话，那它的座椅就不会让我挑剔了，那这台车基本上就很棒了。